们都该死，都该死！啊！先别暴躁呗，我可不想还没死透就被火葬，好歹咨询一下我意见吧。拉住！我要他们都给你陪葬！不，请。好熊啊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你要是输了就去帮你妈洗碗。哦，要是我赢了呢？那就去洗菜做饭拖地洗衣服，顺便呢帮你妈洗澡搓背，后山的柴也劈了。听说人死前会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，所以我死了。不，你是神仙佛祖？不，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呢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爸爸。这声音就是你，你这个混蛋怎么还没死？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，现在你看到的只是我留下的一滴残魂。残魂？你有这种能力，为什么扔下我和妈妈？你这个天杀的混蛋！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你。你现在人在哪儿？这个问题我同样没办法回答你。那你到底可以回答我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活下去。你现在身处时间裂缝，能来到这里说明你离死不远了。要活下去只能利用你手上的时间手镯。时间手镯？难道是地遮天脉我的手镯？你知道穿越前的事？常言道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常言又道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所以生命跟金钱是同等的，一亿王者币交换一天生命，很划算吧？一亿换一天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是好过去抢。身为你爸的残魂，私人赠送你十分钟的生命时间，刚刚的对话已经用了2分钟，你还有5分钟。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喂，等等！再见了，我的儿，希望你能活下来，并找全我剩余的残魂，他们能解答你心中的疑惑。最后，祝你富可敌神，拜拜。炸死了吗？这是什么？对，他们之中有构建性能力的武者，继续炸，继续！胖子，你中死了，快给我下来！对不起。你没死啊！等等，那家伙说我还5分钟的时间，这鬼东西要怎么用啊？哦，对了，刚才忘了说，你的血液可以启动这个手镯。再见。血液，正好地上到处都是我的血，还有4分钟。乘客，撤掉护甲。外面很危险。我饿了，哒哒哒，冲上去！你们别过来，我手上有炸弹遥控器。啊，是我们哒哒哒制作的炸弹。对，武器库里存放了大量炸药，只要遥控器按下去，你们全都要死在这儿，所以你们别过来，否则……啊，你按了？你为什么按了？他们也没过来呀。你为什么不按剧本走？你突然给我那么多特写，
我紧张啊，凭什么大家领一样的盒饭，就我有那么多对白？臣妾做不到啊！就是现在，坦克撤掉护盾，还有两分钟，两目灯，速战速决！最强神王第二季7月16日起，每周六日更新一集，精彩不断更。待我集齐星辰剑，重回巅峰。测试他的天命居然裂了。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，这也能被找到？我叫孟凡，蓝色沦陷的100区。几十年前，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。恭喜宿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。为了抵御怪兽的侵袭，绝境中的人类开发出了图灵，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。这些人便是图灵师。大家亮出本命图灵，三尺小木棍，诺基亚手机，一星图灵师，普通的板砖。哎呦，这破板砖！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，这也能被找到？我叫孟凡，蓝色沦陷的100区。几十年前，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。恭喜宿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。为了抵御怪兽的侵袭，绝境中的人类开发出了图灵，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。这些人便是图灵师。大家亮出本命图灵，三尺小木棍，诺基亚手机，一星图灵师，普通的板砖。哎呦，这破板砖！哦，好饿啊！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